隔空减脂哈，它其实是利用那个脂肪很怕热这个特性，然后它用一个电厂，然后呢，它可以选择性的，因为电阻不同的关系，所以在那个脂肪的地方呢，它会有效的聚热。然后它聚热的温度其实不会太高，但是呢，就已经足够可以把脂肪细胞做一个，例如说我们说摧毁比较严重，但是就是说它去破坏脂肪细胞，然后达到局部减脂的效果。那因为表皮的电阻跟脂肪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电场下呢，其实表皮的升温会远低于脂肪，是这样子的。